根据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斗争的真实事件改编的国产献礼《中国医生》近日发布了幕后特辑，电影主创团队用纪录片式的手法尽全力还原真实细节，全景式记录了波澜壮阔、艰苦卓绝的抗疫斗争。该片由刘伟强执导，刘伟强和李济文共同监制，张涵予饰演的张静宇院长是以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原院长张定宇为原型，他是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的获得者。袁泉饰演重症医学科主任任文婷，朱亚文饰演广东援鄂医疗队医生陶俊，易烊千玺饰演住院医生杨小阳，李晨饰演上海援鄂医疗队医生吴晨光，欧豪与周也饰演外卖小哥金仔及其妻子小文，冯文娟与宋佳分别饰演麻醉科主任辛卫与妇产科主任黄佳慧。虽然发布的剧照中他们很多人戴着口罩看不清脸，但是他们无一例外的用坚定的眼神让观众感受到了这群白衣天使抗疫救人的决心。新冠疫情的在国内情况走向好转，是全国人民联合一心共同抗疫的结果，更是这群医疗斗士奉献小我万千，成就了生生希望。期待电影《中国医生》致敬最美逆行者。